今晚安谷时间要为您邀请到一对师徒档。师父呢，虽然已经是一位备受肯定的唱片制作人及唱片歌手，可是徒弟呢一点也不含糊，因为他不但是个好的歌手，更是一位好演员。今晚就请观众朋友来评鉴一下，到底是不是名师出高徒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升、刘若英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若英，他是陈升，这是我们的乐团恨情歌。那今天很谢谢他们来帮我做合音。对，那是命。是因为我帮你合音也帮了三年了嘛。对，是我们作恶多端多年来的下场。今天我们该回报你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可以让我们一起。跟我的恨情歌的哥们站在这里，为你唱和音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唱一首英文歌曲，一点点特别的。那请你们好好的表现。是。这首歌呢，叫做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。Take my whole life too.
But I 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. 接下来呢？你说说话嘛。这是我们的职责，我们应该是你说话的，我们是负责来唱歌的。其实他们陷害我，他们知道我最不会说话，然后还要我做那个。可是我们也很紧张，因为你唱歌的时候就这样子在偷瞄我们，好像在监视我们有没有唱好一样。对啊，不是叫你背好英文吗？哎。对哈，可是国语都还没学好，怎么就学到英文去了呢？好，那反正我接下来还是会受你的考验，因为我接下来要唱一首陈升，我的师父帮我写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为爱痴狂》。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到底你会怎么想？秋天说要分开，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怎会不好，为何总是这样，在我心中深藏着你，想要问你想不想到底老天荒，如果爱情这样忧伤，为何不让我分享，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，怎么你会变这样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
实他们今天帮我来做伴奏与和音是有代价的，因为他们很想介绍他们的新歌给大家听。请问你的意思是说你唱完了之后才留一点点位置给我们唱吗？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最好赶快唱，免得时间被话说完了。好，那请问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？恨情歌。谢谢。为了要讨好你的欢心，我经常忘记我自己，感情世界疯狂的事多了，并不见得好，我不能随便我自己，快乐轻声地歌唱，都说你爱听情歌来分担你心中的苦，不要像顽皮的孩子老说为我唱情歌，常常我一个人在夜里担心你是我自己，而原来我是一个四处游荡的人，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听出了，你是否就离开我，是我教我自己恨情歌，假装我不在乎，或者我不再去讨你欢喜，我习惯这样的自己，于是我教我自己恨情歌，假装我不在乎，也许你从来都没说过，是我想的太多，